可是我回国这么久以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往心里边去？我一清二楚。你往心里去了吗？我有往心里去。我往心里边去的，不是这个厂子有多困难，我难受的是，我、你、赵雨晴。 这一群人的关系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所以你身心疲惫，用工作麻痹自己，差点把自己累死，对吧？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感受到了。穆剑锋这段日子不管发生了什么，时间都会让一切误会、一切不快。 过去的，但是人要是没了，这什么价值都没有了。如果你认为我也算是来帮你，那我是作为一个医生来的，我不想看到这个厂变成你的葬身之地。我说这话不是吓唬你的。我在医院见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不管你拼命为了什么，人在就有价值。 人没了，就是一把灰。你懂吗？我懂。莫大夫，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嗯。但是钱我还是不能白给你使，因为我没有把钱给你白使的交情，股份。 我是必须要的。进。行吧，大夫。你好，刘波。你这小子，你是不是一直在门口听着呢？没有。厂长，那个股东大会到点了，你去不去了？去，马上就去。啊。好的。 嘿，这臭小子！行了，有这帮战友跟着你，你还能继续当你的老虎连长，多好！有什么困难能难住你呢？所以我今天来其实是看好你，也看好你们厂。所以穆厂长，签字吧。哎，等会儿。 这不能签，不改的话，不能签。穆剑锋，你现在有什么资本跟我还价啊？刚不你说的，生意嘛，既然你看好我们，主动权在我。你还真不客气，是吧？嗯。哎，我觉得啊，我们大家伙还得劝劝厂长。 他刚还完高利贷，现在又要筹钱去打广告，这万一要没作用，这不白折腾吗？就是啊，我看这事儿还是稳妥点好，业务啊慢慢跑吧。对，这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不听啊。一会儿啊，你们说吧，我都听见了，你们接着聊，别停啊。 你们接着聊，别停啊！怎么没人说话了呀？我们说的你也都听到了，大家伙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厂长，反正大家伙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了，大家的担心你也都听到了，你就直说吧，你是怎么想的？行，反正这事也不复杂，那我就直说了。 咱们华耀厂呢，是个小厂，我进来的时候，业务员才七八个，但是我进来了以后，就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交换机还去不了大城市，还去不了主要的电信局，因为咱们的技术还达不到人家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壮大。
就需要人海战术。那倒是啊，不过我们现在只能跑工厂、医院、学校这些地方，哪些小订单回来过日子？业务员要是少了，喝西北风都不管饱。没错，但这只是第一步。从局面上来看，这么生打苦仗硬仗不是办法，咱们得找个事半功倍的方式。广告就是这个破局的方法。大家也都看到，咱们的华药刚刚复工不久，我们的舒总工可是个宝贝啊，立竿见影就收到了效果，对不对？虽然仍然还没有突破技术壁垒，但是只要在产品技术上每推进那么一小步，咱们的订单就多收到不少。我们的订单越多，反过来能够给舒总工的支持就越大，我们厂就靠着这个一步一步壮大。可是谁又知道我们的产品技术提升了呢？我们现在只能靠着业务员一个一个去说。可是其他厂也都是这么干的呀。瑞克就不是，人家是大开大合。我研究过瑞克的发展史，到了我们这步就必须按照人家成功的例子一步一步走。那就举手表决吧，看看有多少人同意你的想法，这终究不是小事儿啊。行，反正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咱们大股东也基本上都在这儿了，那就投票表决，同意的请举手。没人了，还有我。对了，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了，这位是茉莉女士，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选择了坚持相信我们，所以她现在也是我们华药的大股东之一了。我同意做广告。得，这会儿大股东都够数了，只能这么办了，做广告。来，再举一次手。行，现在大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那就通过了。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讨论的怎么定了？散会吧。请坐吧，大股东。这手续刚办完，您就跑到股东会来作证了。赶上了，就进来说两句啊。你也真是，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下举手支持。虽然这十年我在国外读的是医学方面的书，但是其他的我也什么都看看，什么华尔街啊、硅谷啊，也都去过。你那是去旅游吧？不懂了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半句是，管他走马观花还是游山玩水，都是长见识的。不服气啊？打广告不在钱多钱少，关键是你的诉求和广告的渠道是否匹配和契合。打广告是对的，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一套有点过时了，所以我举手支持穆总打广告。
为了我的资金安全，你必须好好活着。睡不着，吃药。嘿，合着你这是上课来了？给我。茉莉的援手使穆剑锋解了燃眉之急，也使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愈发亲密起来。十几年过去了，两个人之间第一次没有了郭东海，没有了赵一静，他们的心里第一次只有彼此。穆剑锋和茉莉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那份已迟到了许多年的感情了。我愿体验那飞蛾扑火的快乐，既然萍水相逢，却不轻易放过。许多年后，我们这山上还有兔子呢。哎，程琳啊，哎，我正找你呢。刚才三号房的客人跟我说，昨天晚上可能有点着凉了，今天总打喷嚏，问啊能不能给带点感冒药啊？行。我摘完菜就去闹啊。嗯。你好，我有个朋友昨天晚上着凉了，有点感冒，吃什么药好？他头疼吗？头疼倒没有，就是打喷嚏。哦，打喷嚏，咱就拿这个吧。这个效果不错呀，对呀，治感冒非常好。好嘞，行，麻烦您了。哎，好嘞，那给你转了。老周吗？不玉啊，怎么样了？钱凑齐了，程良被我逼得没招，管他做肉鸡生意的那个战友开口了。他那个肉鸡大亨借了我们一多半，剩下的我找亲戚朋友借的。这什么呀？投资协会牵头的慈善晚宴，感兴趣吗？不感兴趣。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一个人参加这样的慈善晚宴吗？太凄凉了。这个都什么人去啊？有投资公司的老板、知名企业的领导，还有慈善晚宴的负责人，应该都会到吧？去的人多吗？少不了，这次他们连同外商也一块邀请，所以场面肯定响亮。是必须得有这个邀请函才能出席吗？也有一些企业家愿意支付入场费买参加席位。为什么？借这种场合招商引资，交换名片呢？你这不是慈善晚宴吗？这不赚钱，哪来的富裕做慈善呢？交换名片管用吗？管用。你们这些奸商，你可别算上我，我最多也就是个凑热闹的。行，那我去吧。说定了啊，我先走了。你吃早饭了吗？你这个女人太虚伪了。什么时候还照相？哎，能不能快点？能不能快点啊？这点事儿那么长时间。哎，陈娘，你跑什么？顾月！哎，顾月，顾月，干嘛呀？这么着急，赶上救火啊？冯焕进村了。在哪儿啊？哎，别急别急，村口车胎爆了，正修着呢。哎，真是太好了，还好老天有眼，替我拦住这第一道。哎，这样，你去替我拦住他第二道，把他拖住了啊！我这就去范家签合同去了。我怎么拦他呀？
你怎么拦他都行啊，你只需要把他给拦住就可以了。瘫痪都没拦住他，那谁还能拦得住他呀？那这样，我去拦住他，你去范家签合同去。合同呢？早就给范家了，就等钱到咱们账呢。要不敢跟他们签合同吧？行，我这就签合同去。快快！删什么删？我又不是蜂窝煤炉子，快点！我这慢。哟，方总。哎，您这么早就进村了？早吗？您这么一大早来，办什么大事儿啊？你怎么知道我办大事儿啊？那冯总办的事儿哪件不是大事儿啊，是吧？也是。啊，你看看今天空气多好啊，反正他们修车呢，我带你去山上溜溜，这么一大早呢，咱上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反正你也没事儿。哎，那你不跟我去转转去？我可溜不了弯，都怪您让我穿那么高鞋跟。走吧走吧，冯总，走。好，你要是对我们的产品不放心，随时欢迎您莅临华药亲自测评。行，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一定一定，啊，放心吧。好，合作愉快，哎，再见。成了，太好了，看来这个广告真起到效果了。歪打正着吧。哎呀，还是人家莫大夫说的对啊，这茶壶里的饺子没用，还得敞开盖子往外倒啊。哦，人家莫莉大夫说的就对，我说的你们就当耳旁风是吧？你说的也对。拿去给老孙，让他准备一下。好嘞。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要是没事的话，晚上六点来一趟医院吧，我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行。怎么样啊？合同签了吗？签了个屁！我就知道我指望不上你，我好不容易把冯焕给拖住了，你不赶紧抓紧时间去范家找人签合同啊？现在好了，八成啊，冯焕去找范家那口子磨去了。人家早都见过面，合同也签完了。哎，是这么回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那叫冯焕的亿万富翁，派人来了我这好几回了。他怎么说？签了呗，30万签了。老范家的一直吊着咱们，其实暗地里搞了个拍卖，一会儿抬抬咱们的价钱，一会儿抬抬摊子的价，价钱抬够了，合同也就签了。那我们只能去求冯焕了，去求他别把度假庄园盖在咱们院墙的边上，把我们活活挤兑关门。这事儿干嘛不去找小赵帮忙？找小赵？对呀，你想，小赵现在在冯焕手底下干活，除了他还有谁能跟冯焕说上话？喂，你好。你好，请问您是赵一琴女士是吗？我是。哦，你好，我是超市的。今天我打电话通知您，就是告诉您面试合格了。星期一你可以到我们超市来上班了。哦，好，
我知道了，星期一我会准时到的。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给。这什么呀？你不识字儿啊？我知道，我是说你给我这个干什么？我一没钱二没闲，就缺顿饱饭的主，你请我去大排档还差不多，请我去哪门子慈善晚宴呀？你这个信儿还真不是白信的，木头啊你！在这种场合，你能认识多少投资方啊？不比你打那些小广告强多了。人家那些大资方，哪看得上我们这种小企业？看不看得上你这种小企业，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我打听过了，每个企业家有10分钟演讲的机会，你完全可以借这个平台，好好的推广一下华瑶的技术。台下哪怕有一家资方看上了、听懂了，就算没白去。好，就算我不白去，那人家也不能白请吧？毕竟是个慈善晚宴呀，我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好像也不大合适吧，是吧？放心吧，慈善我帮你做了。啊？啊什么啊？一分钱不花，谁邀请你啊？那得几分钱啊？3万。什么？怕什么呀你？很值啊，不贵啊。你没事吧？不贵，很贵好吗？茉莉，可能这3万块钱对于你来说不贵，可是你知不知道华药的工人一年的工资有多少钱？华药的情况你不是不清楚，举步维艰，一穷二白。会计要是哪个月发现账上有3万块钱的富裕，他能乐得从凳子上直接蹦起来，好吗？你这头脑一热，大笔一挥，3万块钱直接划出去了。3万块钱10分钟，我这不是发言，我这是发钱呢。你喊完了吗？顾剑锋，你的眼睛里边能不能不只看到价格，能看到价值吗？一个大男人，就这点眼光跟魄力啊？我何止现在看不到，我将来也看不到，好吗？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打从你见过我、认识我那天开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要是看不上我，咱们俩现在就掰干净了，好吗？你放心，你的钱，我砸锅卖铁、上房子揭瓦，我都会还给你的。我脑袋发热，我异想天开，我信了你的邪，要掰是吧？掰，掰干净。病，我要是病也是饿病的。你饿了吗？吃饱了，我。哎，你不想我在这个地方给你拉拉扯扯吧？那么难看。怎么着？去哪儿吃啊？这个点儿神仙都饿了。我又不是神仙。你是？怎么你不知道吗？你是我们华药的救星啊！你是华药的大救星，我的活菩萨奶奶。按理说，我得供着你才行。你不怕供不起我了？供不起也得供啊！我砸锅卖铁，我都得供。说吧，今天供您什么？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嗯呢。
是本店的招牌菜式。茉莉啊，你先点着，我去趟洗手间。你现在马上给我想办法凑1000块钱来，我在那个山海路上的意大利餐厅。这么久？巧吗？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点了一点，一会儿上来不会不爱吃吧？你点的我都爱吃。今天是我不对，是我胡说八道，你可千万别生气。反正以后像这种事情你都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行吗？不是要掰吗？哪来什么以后啊？你还当真了？我就算真的想掰，我也得掰得起呀。还有屋顶上的瓦早就被我给接光了，没得接了。再说如果我还不上钱的话，你不一样还是华药的大股东吗？既然你承认我是大股东，我就有决定权。我认为对的事情做就做了，事实商量什么也做不成。那也得分事儿，你是股东我承认，但是经营权在我。像今天这种商量就不商量就花钱的事儿，你这真的是越线了。行，我知道界限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参与或者干预经营。但这一次的慈善晚宴我仍然觉得是个机会。那不也没辙了吗？钱花都已经花了，那还能怎么办呢？能追回来吗？不能。大王雷先生，这是您点的牛排。你这还没做熟呢。哦，您点的牛排就是这样子的，先生。啊，不好意思。你不爱吃啊？我爱吃，我最爱吃牛肉了。你怎么就把账给结了呢？说好我来赔罪的，你还偷偷给买了。你把那些牛肉都吃了，就算是赔罪了。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把那些牛肉都吃光。说实话，那个牛肉也没那么难吃。赶紧回去吧，回去写你的演讲稿，3万块别浪费了啊。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打车。慢点啊，拜拜。听我命令，立正，向后转，跑步走，目标家里边床上睡觉。主任，十五床的病人，请您过去。有什么事吗？说是要办出院手续，可是早上的化验结果还不太好。都是奶奶。听我给你念啊，通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国产交换机的技术发展更是通讯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经过长久以来的努力，我们的交换机技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生产也初具规模。你这哪是在演讲啊，你这是做报告啊。你听我说完吗？不行，你连我都打动不了，怎么打动资方啊？打山洞我还在行点儿。星期六早上8点去建局图书馆见吧。干嘛呀？读书。你在笑什么？真没什么，我就突然想起来，以前在图书馆的时候，你还帮我藏过书呢。你还记得吗？必须记得。挺好的，好好记着吧。想一想，你都欠我多少人情。
今天收获不小啊，总算是把稿子给弄完了。干嘛呀？你无精打采的？手上笔耕不辍，肚子颗粒无收。哎呀，坏了，我错了，我把这茬给忘了，拖累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那个，今天我请客，说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随便点，我说真的。那就那个吧。吃那个？怎么了？红薯也请不起？行，你先上车，外边冷啊。不少，慢点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没事，谢谢谢谢。怎么样，我跳的还行吧？哎呀，小心烫啊！我真的可以自己来。没事没事，拿着手小心点啊。好吃，好吃吧？我在美国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这个。想这个红薯啊？在美国这些年，你真的还好吗？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反正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图书馆。什么表情啊？你不信啊？美国的博士不是那么好念的。我也以为你在美国这些年是去享福的呢。我哪有那么多福可以享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读博士吗？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这十年很孤独。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谈到孤独，好像就觉得很矫情啊。因为至少还有机会。所以，我不是在学校读书，就是在图书馆看书，这样可以消耗掉多余的精力和情绪。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去巴基斯坦十年，我去美国十年，别人都认为我们是镀了金回来的，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脱了层皮，只有脱了这层皮才能脱胎换骨，对吧？没有郭东海尔，我连脱这层皮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感激他的。